Exercise 2. Numbers. 練習二. 數目字. A. Weigh the numbers. 寫數目字. 大家在這裡呢, 我們就會見到一個英文字 2 和一個阿拉伯數目字 2 我們呢, 就要將阿拉伯數目字寫在虛線那裡 如果大家都學 英文1至20的話 對這裡應該沒問題的了好了跟我讀一次先 2 5 7 8 9 10 11 12 13 15 20 好了 將對的阿拉伯數目字寫上虛線了 B Look at the letters Wait words for six things in the picture 望下英文字母寫六個下面圖畫裡面有的東西在虛線上第一個已經做了給大家看的了 C A R Car 找到Car在哪裡 哦,原來在床底的。好了,其實呢,他已經有了這些線告訴你這些是什麼來的了。大家在上面這裡,每一個英文字母都已經給了答案大家的了。你只需要寫上去,這個虛線裡就能行的了。用回他給你的英文字母寫上去。好了,但這裡有一個是沒有給英文字母大家的。那就要考考大家。 究竟這個物體英文是什麼記得做啊 C Wha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Answer the questions 你在圖畫裡面看到什麼呢? 回答問題 How many cats are there in the picture? 有多少隻貓在這幅圖畫裡呢? How many balls are there? 有多少個球在這幅圖畫裡啊? How many shoes are there? 有多少對鞋在這裡呢? D. Listen, write a name or number. 聆聽,寫下一個名字或者是數目字 例句 What's the boy's name? 那個男生叫什麼名? How old is he? 他多少歲呢? 這裡有答案給了大家的所以是不需要做的聽著以下的一段英文了 Hi, my name is Tom I'm 9 years old I have got 3 toys My cat's name is Bobo, and I've got 10 books. My school name is ABC School. I'm in class 1A. 好了，大家听过正话嗰段英文咯，应该都知道答案噶啦。 將正確的答案寫上去虛線上面下 E Listen and draw lines between the letters and numbers 聽下和畫線將這些英文字母和數目字連線究竟這些英文字母的次序是怎樣呢 大家嘗試一下,將個次序連進去,就會發覺呢,一個呢是一隻動物嚟個咯。好了,究竟這是什麼動物呢?大家試試做啦。F. Color and draw. 上色和畫畫. Color B, brown. 將B呢,有成啡色
color G green， 將 G 咧又成綠色。And draw a big yellow sun in the picture， 同埋呢幅圖嗰度咧畫一個好大嘅黃色嘅太陽。好，係咁多。